疫情的期间，主啊，我们弟兄姊妹都需要蒙你的保守，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出入平安，在信心里过生活，加强里面的人灵。对，在信心里面啊，经历你，现在更多的享受你，主，现在是分别我们。更多的享受，成为我们的真平安。阿门。是分别你的儿女。阿门。疫情里。阿门。分别出来。阿门。属你的。阿门。都有你的印记。阿门。打岔，阿门。耶稣，阿门。